大家都一直很关心到底你跟小猪有可能像 Energy 这样子，大家都在问哦，这有点不太可能。还好我看评论也不多啊，你确定有吗？也要有人知道吧，我们的 target 现在都已经几岁了。我觉得那个看缘分，对，但是希望不大。觉得有没有必要了？对，没联络了。对啊，我是觉得没必要了，因为路线不太一样嘛。Energy 合体是让人家感动嘛，是，对嘛？你们合体不感动吗？他比较感动吧。哦，你妈，你没有感觉是不是？哇，你的心结这么深哦。不是，我们又没有冰，哪里来冰？我觉得算了，我觉得专心做自己的事情。我现在自己的方向跟我自己的目标很清楚嘛，所以其他的大概就是大家有兴趣，感谢。对。但是就这样，我还是走我的路。所以你今天看到凯乐当妈妈，你很意外？有啊，蛮意外的。对对对，恭喜恭喜。交集。那确定是他吗？对啊，自己 po 有可能是朋友的，他也没讲。可是他没有讲说谁谁谁，他只说他只说 hello 九月而已啊。还是这个小孩叫九月，我们都误会了。他如果是的话，你祝福。是不是我都祝福啊？对，对啊，因为新生命啊。嗯。你们有合作过吗？没有，不熟。对。问错人了。